一个改判从地狱升到天堂，中国女子重剑团体加时逆转险胜夺冠。当地时间2018年8月24日，印尼雅加达2018雅加达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决赛，中国29-28险胜韩国，中国姑娘们兴奋庆祝。图片署名东方 IC34， 双方陷入鏖战，进入加时赛，韩国队犯规得分后疯狂庆祝，但裁判经过回放做出改判，并向韩国选手出示一张黄牌。图片署名东方 IC34， 韩国选手吃到黄牌。一联盟图片署名东方 IC34， 中国队主将孙一文关键时刻顶住压力，一剑封喉，帮助中国女剑客登顶亚运之巅。图片署名东方 IC34， 就这样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，中国姑娘们完成强势逆转。图片署名东方 IC34。